把中间排队通过了。
哇，羊群跑太快，冲太快，怎么办呢？前面有一个工作人员挡得下来吗？大家仔细看牧羊犬的动作，哎，有没有发现他跑得比年幼的羊从两片木板中间排队通过了？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吧！他们刚刚全部的羊全数通过了，